我觉得教会就像在学校一样，你有做错事情，当然牧师师母就像老师一样。最近就是大家，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受伤了。我跟你讲，问这个就问对了，因为在我右边这位呢，悄悄呢。悄悄就是我们一起的这个成员之一啦。对对对。哦，但是我实话说，就是我们外人看啊，就是会看不懂。但是我觉得真正要在里面的人，可能会比较能理解啦。对对对。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要哪一个部分？哎，是不是真的有如传闻这样？如果要讲传闻，大家应该比较好奇的是金钱的部分吧？其实完全没有每周捐十分之一，没有这样子，就是大家随喜，开心就好。你觉得你今天赚的，你最近赚的比较多，你就给多一点。啊，如果你最近手头比较紧，像有些人买车或买房，他压力比较大，他就给少一点，就是不会强迫大家。因为就算有时候我身上没钱，我就传过去给别人也是 OK， 就是不会每个人都一定要给多少钱这样子。对，前天被说是人品有问题的艺人，那对于这一点呢？我看他来教会的时候都很正常，而且他们那时候都是全家一起来，还带那个米台木一起来，还有爸爸他们都一起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也会帮他稍微顾一下小孩，就是状况看起来都蛮好的。所以后来新闻爆出来，我有点吓到，因为跟我看到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你认识他的先生吗？欸，就有帮他抱顾过小孩，但是没有深聊过什么这样子。欸，我有两个小孩，有空帮我顾。欸，可以，很会顾小孩。是对于这些就是外面的负面传是觉得是被大家误会的？对，我觉得是大家有点误会，因为后来报道上面很多人说来过我们教会，发现说有像金钱的问题，但是那些人我有一些我都没有看过，就是我没有看过他们来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一点误会我们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跟一般的教会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对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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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有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就不会去，但是跟小组长讲一声就 OK， 他不会说哦你没有来，那我们要把你赶出去，不会这样子。是有在碰到送一名夫妻吗？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每次都会碰到，都会特别为我的工作来做祷告。对，他们最近状态？最近就是大家，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受伤了，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底下的人，我们底下的肢体要特别的为牧师师母做祷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教会就像在学校一样，你有做错事情，当然牧师师母就像老师教导啊什么的这样子。所以现在大家都还算是没有哎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比较有点低气压的状态，因为现在是教会被攻击，所以大家要卷起袖子来保护自己的家。